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大甲妈祖起驾！这花炮超美的，非常漂亮的花炮。这表，下班长的表，两三三两。所有人下去，所有人下去换装、喝水、休息。他都放个十五分钟嘞。两三点啊，两三点人才上。原本是热的，但是现在是冷的。三星葱瓜牛肉，不吹一口吗？不吹。现在如果还是热的话，我就。好冷啊！哇！我们现在搭计程车来到了我们明天早上妈祖会来的庙——永和宫大肚的永和宫。等下要去外面扎营。第一次的扎营，这一定要起来了。热腾腾的粥哦，贴布，传统贴布。在5:59，应该快4点才睡，还睡不到2个小时，然后我们被冷醒。现在我起来去庙里上厕所，也睡才不到2个小时，但是回想起之前第一次来主绕境，然后露天睡在外面的感觉，去年还没有帐篷，真的就是这样，清晨早上被冷醒，感觉也没睡多久，地板也是真的蛮硬的这样子，睡在停车场，然后就很害怕车子开快把我碾下去这样子，反正就是一直思考接下来这几天该怎么办。我走到庙5-6点多，庙还是很多人，而且大家都精神百倍，真的好佩服大家。放着我们的小碟。现在时间是。冻得凉凉，刷牙洗脸，走喽走喽 ，Go， 可以先给我喝一杯咖啡吗？有没有跟妈祖说早安？早早，去是早餐怎么样？谢谢哦。好什么？那里面有什么东西？香菇、素肉、素啊、素食、素食、素食、素。来，全新的注籍，哇，帅帅帅帅，好帅！非常帅。都说好了，准备出发。早安。早安。今天就是要去彰化。彰化。哦，是哦。拿到的这是西瓜跟哈密瓜，现在坐在路边吃刚拿来的油饭、西瓜跟馒头跟蛋蛋。是不是好重的油饭哦？还没有哟。这哈密瓜里面包什么？真的是哈密瓜吗？当然不是啊，靠腰。我的这什么好好吃哦？麻吉。两不两千？七八？不知道什么绿豆仁吗？还是什么？很好吃，很香。好，就这个。嗯，西瓜。好热哦。
用，谢谢，好可爱哦。要不要吗？不要，谢谢。对。结果现在来到了彰化县政府，总算安坐了。现在最只差的就是一个饮料跟吃饭，可是又觉得该要好好先学修个习。刚有人给我们这个，有好好出版的，才睡应该不到十分钟吧。变成了对，少在那边。朝思暮想的沐浴车，吃我们的餐。再加上又喝冰的，有那种。突然紧缩，而且外面太冷了，啊，不是太热了。这碗真的很好，有肉的味道。再出发。还没我煮我的水。刚刚我们去了宝雅，买了小浴巾，因为晚上真的非常的冷。走路回去是县政府。我们来了，那要来洗澡。排队洗澡的时候，有人来发面包。这个拿完，我还要加油。好，来。现在洗完澡了，我们的小窝心很累，还好吧，只是洗澡有大便了。太可怜了，舒力吧，用力的。我们现在洗好澡，要来去找那个妈祖返教，好可爱的小朋友。刚刚跟市长说好，市长在那边。我说市长好，朋友说，准备开启我们第三天的行程，加油加油！不确定自己之后会用什么方式走，或是会不会走完之类的。耶，出发！我们的第三天。开启了我们的第一天。一直是一条根诶，阿妈给的，阿妈多谢，阿婆什么你啊？这人真好啊！今晚歹困，是啊。你甲新港国小要困最晚。是这人好哦。要睡外围，好好可以洗澡、睡觉方便。你就刚刚在看的时候玩。好啦，叔叔他们啊，叔叔辛苦了。
拜拜，拜拜，晚上见。刚费力啊，问爸爸。你干嘛拍阿姨啊？上次阿姨人那么好，我就是拍一下。干嘛要拍阿姨、啊？吃看麦，我内超阿贵啦吼。饿啦，两面瘦吧。我到。我来四楼大桥了。走到福星宫了，走走走。两个，谢谢，阿姨谢谢哦。谢谢，来看一下他的菜色。认真觉得这个流动厕所真的很棒，太开心了。洗好澡了，睡觉了。好，传照片中。交作业中。现在休息完出来街上了，哦、洗完澡出去。等一下见到佳琪了，好期待、哦！我其实已经一年多没有见到佳琪。我等一下我也是要看见到佳琪，可是我不认识他。好，那叶佳琪，花生卷冰淇淋，你要喝吗？买，很香哦，谢谢，香。现在要走回去了，回去民宿。对，顺道吃土鸡饭，然后对，土鸡饭啦，加料也土鸡啦，大家准备要开车要走了，面膜时间。希望今天能够好睡，明天要去北港喽，啊不是新港喽。大家晚安，生日快乐。现在时间，这表，现在时间半小时，这表，动八幺两，现在下去休息十五分钟，没有再给你休息了。待会量两分，十一节完毕，开动作。在台湾的故事，最新一集主持，我去寻找卖食盐感恩餐的阿妈。晚安，是很长啊，你看到。下来是福星宫，那个暗头，然后爱得落一个落，一个个太平马祖婆，下片。完蛋。嗯。我们搭计程车来，我们现在距离妈祖还有30分钟的路程。嗯、哇！哇！别骂人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坐好，好，谢谢。好。
好心的爱心车车，走啦。阿伯谢谢啊。好。哈哈哈。明天那个姑婆拜祖呀，我明天会在派出所前面那里拜祖。啊，今仔来够得叫金毛呢？是啊，还好。啊，就规群的人拢伫遐做手工，用迄个得叫金，折那个。对，八点恁就去遐做就好啊。好啊，好啊。你就看一群人领旗很多很多的旗啊。好，叔叔谢谢呢，感恩哈。好，看得人情味哦，真的哦。来到了我们下车了之后第一间庙，龙泉宫。谢谢，不用。还有活力啊！乡长，咱的议员，好，咱的局处长，双手合掌。这样来了，不管你在哪里。超好吃，你买的好吃。好。阿弟在去了。我们刚打好帐篷，现在出来。舒缓，换一换。哎，新港到了。太阳好大。好饿，要追尿。喊尿哦。新港的第一餐。米奇在哪里？米奇在这里。好。跟米奇的庙我也不知道。加些超呢？来，我们要来去洗澡嘞。谢神了，洗好澡了，阿姨人都很好。这样子，我们两台沐浴车都洗过了，还不错。让我们用沐浴车的人真的很有爱心。现在呢，姑姑来洗，他们两个呢。来，发完真心再见，往后退。好友，蔡文，钟子英，认真学习的妈祖囡仔。第二个声音，蔡文叫响。看样子，肯定我吃完臭豆腐都还很柴，没那么。对，还很放心。来自哈台湾，来自土生。Thank you.
信道九位。